台湾黄头鹅作为东西，九三国家是用进口的黄头鹅，也一年差不多有230万公吨的进口黄头鹅，其中九三如黑基因改错位。高雄市民农企农会今年头路头农民开凿10公顷，更加舒适，买也多诶。虽然无讲过多，不过伊呢希望打破传统产量的覆盖，消费者识得到唔系基因改错嘅本土黄头鹅。挑皮挑肤法含有挑肤，也就不是看到的挑类制品，如何使用飞机改的棉绒网挑做出来耶？棉绒会表示，在机改作为无法度确保使用安全的前提下，比如消费者抗拒，比如农业批准以飞机改作物作为主要推动项目，不棉绒成为飞机改的安全农业村。希望讲，俺的闽南农夫所生产出的一个农产品，绝对替的部分做到就是讲，唔系基因改造的一个农产品，俩品种的部分。过听业部分就讲，对于有关于农药残留一个安全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，也系俺的一个改名重要的部分。我们就要坚决做工啊，非机改改变安全农业村这样的一个概念哈，来跟俺的农产品做一个行销的那一个基础。民国八年，台湾总黄头鹅面积是55公顷，相对民国60年的6万公顷相差这么大。屏东农改商表示，闽南飞鸭白总头鹅面积虽然不多，但在国民粮食次数上，煞有一定的指标性意义。如果我们可以恢复到过去那样6万公顷，那生产出来大概就有12万吨的那个黄豆，那至少虽然跟进口的230万还是差了很多，但是我们至少在粮食自主这一部分，我们可以再很一点往前大迈一步。本土的非机改挑类制品，供消费者实在更安心。闽南飞表示，人家全体的黄挑已经采取上市。民众可以在卖场同路上选购。10公顷的面积虽然唔大，产量嘛只有20公吨，但是可以在飞机改先测地表，重新请归来观营的粮食自主权。下个新闻，郑粉志广播头。